爱讨公道阿免。所以咱台湾民政府2006年10月24日，由我带队218去美国法院甲告。我要告的以前，所有的人拢甲我讲，无可能告啦！啊，你台湾人要告美国总统、甲国国务院、甲国防部，告遐济，有可能。所以拄仔开始甲告的时阵啊，美国的国防，这个国务院啊，向美国的法院讲啥？伊讲哦，国家免诉，国家不用被告。啊，我有这条规定，国际有这条规定哦。系啦，啊，国家免诉，安尼要安怎？所以，读册毋是3天5天呢。好，我袂当甲你告，但是我用一条甲告，用啥？用人权呢？你美国毋是用人权立国吗？你，我是台湾人，我台湾人，日本帝国已经伫1945年4月7日宣布。日本的宪法在台湾实施，我的地位和琉球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今日琉球，你美国占领的时阵，你美国有法让琉球的人旅行证件，所以当初琉球的人要出国，要去日本，要去世界各国，那要出国的时候，要用一个旅行证件，这旅行证件就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核发的旅行证件。我甲美国干呐讲这点就好啊！我台湾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是安怎？我都爱用中华民国迄本护照来出国。我唔是伊的人，我未当摕一本护照出去遐济哇。所以你甲想看，以前呐摕一本护照去东南亚的时阵，逐摆要过关很困难的。我唔知你迄阵有出国啊无啦？伫东南亚叫你另外排一条线。啊！但是摕中华民国迄本啊，另外一段啊，都爱内底甲囥红包50块美金、100块美金，啊，无伊歹互伊签证。啊，但你拢毋知影，啊，毋知影，所以伊甲你讲啥？中共打压，甲中共有啥物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甲告美国的时阵，国务院本来甲美国国务院甲即个范尼讲啥？伊讲。我国家免诉，我根本就不爱改答辩。美国的电话你讲，无同款呢。人即马甲你告吼，是甲你告人权呢。你要来回答、哦，啊，你若无来回答，我就单方面审判哦，甲你判落哦。我袂惊着了。双方来回12次，伫2007年。4月7日，典范的宣判，这个宣判，咱就真震惊啊！伊讲啥？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小可有味啊、哦！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员的政府，搁对啊、哦！第三，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炼狱、政治炼狱。可以上诉，所以迄当阵啊，我代表咱民政府更加上诉。2008年3月7日时阵啊，美国的高等法院啊宣判5点：第一，甲地方法院共款，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承认听好清楚哦，承认今日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第5点，法院要求行政单位对国务院要主动协助这些原告228。你免拍手哟，够赢呢！啊，甲报纸写拢共款嘞，报纸讲我告输嘞。啊，所以国家上诉最高法院，即摆最高法院上诉起哩吼，趣味代志发生嘞。美国的国务院
的律师惊到啊，因为伫高等法院伫审判的时阵辩论啊，美国国务院派迄个律师是哈佛毕业的。法官本人甲问迄、那个，伊讲啊，啊我问你咧，旧金山和平条约伫美国是毋是已经没有效了？这个律师啊，嘀嘀嘟嘟啦，答不出来。法官阿讲啊，我来替你回答好了，仍然有效。你未使讲要用台湾关系法和中美共同防御协定来取代旧金山和平条约，那是不对的。要许我听着这句话，我是有够欢喜的。这就是咱要爱的答案。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就是放弃。咱换伊换伊，跟我辩论啦。好啦好啦，我不爱跟你辩，你讲的拢对啦。放弃抗辩的意思啥？就是讲，被告完全承认原告所讲的话拢总正确，安尼伊放弃抗辩权，因为台湾就无相关法律啦。但是即摆换做个最高法院吼。万一不敢判了，所以给他判一个 deny。deny 你两个编辑电话，意思有一点讲反驳的意思啦，还是驳回的意思。但实际上，在美国法院内底 deny， 就是讲我停止，我暂时不爱信，等待审理啦。等待什么时候？等待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防部。做了着健康的决定以后，才过来信啦。所以刷落去，2010年7月7日，国务院主动听清楚，主动跟咱联络啊！你们台湾民政府可以在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要是我要设办公室，偌贵，敢知影？爱付美金呢？你敢有钱？各位有钱的有要出来行酒，要到处租金要有啊？无呢，我嘛无呢。咱头先咱总，咱大家拢无法多存呢。安尼变啊？变啊？因为我袂当讲出来。咱的办公室到今日为止，到今天为止还存在。当时9月8日，美国的国务院主动。在世纪饭店给我们办一个酒会，很大的酒会，180个人参加。那酒会开多少钱呢？你要知道吗？没声，我不爱说。要知道吗？不好意思。你们只听而已，很奇怪，我说到关插座顶，你们都只听而已。好，50000块美金。CNN 的主播查某的黑人长得很漂亮，来主持。上个重要的是，美国有100个人来参加，包括美国的4大政治家族都派人来参加。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 CIA、美国的那个叫做司法部，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参谋联席会议。我派人来参加，参加的时阵，当时9月7日送咱两张图，迄两张伫恁桌边，这就是奥巴马的就职，另外就是日本皇宫，拢无甲你讲半句话，敢若甲你讲一句话，这两张照片回去交给秘书长，我因为。无承认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无去，因为我无护照，我袂当去。啊，当然啦，啊好，刚才我无去啦。啊，我若去，我甲你保证吼，我今日伫海外流亡啦，中华民国绝对无爱我倒来。今年的过年的时阵啊，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啊，主动来一张文呢，台端讲我啦。因为网顶足侪人讲，我无要去，是因为我被限制出境，讲我被限制出境了。
啊，所以中华民国内政部来一张文啦，甲写啥？台端并没有被限制出境，意思是啥？叫我赶紧出去啦！你想我敢唔遐戆？有啊，哦，美国十几个单位写 invitation 邀请函来，我甲你出机票钱，我予你演讲一张要予你几千，看我会出去无？我未出去啦，我唔遐戆啦。所以这个酒会一个办落去，那两张图一个摕到，我就讲啊，哈，台湾的地位出来啊，日苏美战啊，属日本天皇，但是今日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有人就讲啊奇怪哦，伊讲咦，啊我读个册讲日本已经放弃啊，放弃台湾啊，各位啊，那个英文的条文足清楚的啊！日本政府是干那放弃主权的权利尔啦，还有权义务啦。啊，这个内底对日本天皇没有处分呐。问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咪，将日本天皇的权力 suspend 吊起来，悬置吊起来。就用日本天皇即马开始拢袂当讲话，为什么开始拢袂当讲话？当时。麦克阿瑟将日本天皇的迄个宪法甲修改，变成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所以今日日本和原来日本帝国敢无共款？无共款，变了样啦。所以有个人戆戆呢，讲我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啊，我嘛是日本人，啊，所以日本政府爱给我日本国籍，过日本。甲过过高等法院一个审判讲失败，1986年，为什么失败？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籍，今日国籍，唔是即马即个日本政府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啦。啊，有足清楚无？恁头一摆听着了，恁头壳阁灰灰啦，你莫甲讲你安着听有啦。咱台湾有足侪国际法拢听无啦，但是即摆日本人开始听有啊，日本开始来咱只受训，所以伫法律上来讲，咱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大臣的臣民。今日日本国家内底日本的国民是日本天皇的国民啊。你用你的头壳去想，臣民较大还是国民较大？臣民嘛，所以哪阵有一天建国神社台湾民政府的内阁甲日本的内阁要参拜时，什么人爱徛头前？台湾嘛，啊，所以遐日本人听拢惊一条，包括爱知河南日本的前国防部部长，即马足侪来日本人来咧遐受训呢。所以日本现在开始回来了，开始并且修改宪法，我宪法如果没修改，这台湾人比较大呢，啊，所以日本政府今天日本政府跟苏联说，你北方四岛要还给我，苏联怎么说？ No， 为什么 No？ 不是你的，日本人想不呢，北方四岛的明明是我们岛的，他说不是我的，各位你跟他说谁的？日本天皇的啦，你不知道台湾啦，是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有同样吗？不同啊，所以苏联，人苏联有读书啊，苏联说 No 是你的，他后面不会说日本天皇的，我们就知道，所以我跟日本人说，你北方四岛你讨不到啦，后面什么人替你讨？台湾一旦退一套啦，因为台湾跟日本天皇的关系还在这里啦，你有惊一条？我来过来讲较近的，钓鱼台叫做尖阁群岛，尖阁群岛上的日本的理由？哎呀 ，no， 不是安尼讲啦，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的参议啊，去年请我去。外交部两次祝贺你请我吃饭，他说林先生，我知道你研究这个做国际法
真厉害。啊，这个、钓鱼台是啥个？请我食饭，我都要甲你讲啊。头一摆我当然不爱甲讲嘛，对吧？请食饭才来讲，不过伊请食饭会甲毒死呢。我伫迄因的餐厅食啦，对我很客气啦。我甲讲，你也听清楚哦，你唔能听一半哦。钓鱼台就是尖阁群岛，尖阁群岛是台湾的宜兰的，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你讲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的嘛。啊，所以马英九伫这边的钓鱼台的争执的时阵，伊讲啥？伊讲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因为伊将台湾甲中华民国合作伙。所以说中华民国啊，其实今天台湾跟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没有关系，因为说将来没有一个条约说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啊，有他们说开罗宣言1943年12月初三发表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三个国家的元首同意的，伊讲有诶学者讲吼，啊无签字啦，无遵守，各位，伫西方国家，毋是讲即个代志有签字无签字，没有不晓得，有握过手都遵守啊。所以开罗宣言来底写啥？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要将台湾即块土地归还给中华民国，那阵。台湾这块土地要是殖民地要归还有可能，问题是已经脱胎换骨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不可能了，当时啊因为蒋介石有答应一个条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我中国绝对不会侵略其他国家，这做条件。但是1949年12月初三中华民国招来台湾流亡，怎叫流亡？为什么叫流亡？所谓的流亡就是说离开自己的领土到别人的领土上面建立政权的，叫做流亡政府。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既然不是中华民国啊，所以他招来是台湾这个土地这样就是叫做流亡政府啊。这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1943年的12月3号，的开罗宣言，蒋介石代表中国已经敢讲，我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但是他都我跟你讲过，1950年6月25号，毛泽东宣布入去韩国，韩战爆发，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取代了。中华民国，所以他就代表中国。中国，因此，1950年12月，李白，美国向联合国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联合国表决通过，已经把这件事情证实中国侵略其他的国家，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马向联合国控告美国侵略台湾啊，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派伍修权等九名代表去联合国，联合国说这样好，你拿一个证据来说台湾是你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没有拿出证据，提名出来了，所以联合国表决没有这回事情，因为中国侵略韩国已经破坏了开罗宣言，所以在1951年9月7日签的时候，美国就说这样我不用答应，我不要行李，不要交给你，其实美国如果要交也不对，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不可以割让。
啊，这么问题来了。今日台湾这个土地，为什么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美国占领，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足清楚的。所以演变到今天啊，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开始帮忙咱这原告。所以2008年的2月2号台湾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啊，2010年的7月4号美国正式邀请我们在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到今天为止还有人，有一个秘书在里面接见送件，将消息传给我们。9月8号办酒会，更加重要的11月6号，在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帮忙之下，台湾民政府在台北市的欧华饭店举办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内阁跟参议院，成立美国国务院派人来参加。啊，这拍手呢，各位，我、哦、你刚才听呢，人听到拢袂记哩呢，欢喜嘛爱拍手呢。我跟你讲，你今天来伫这上课是健康的呢。你也要先来，我跟你讲，你不相信。在今年，在这个月11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 Panetta 委托国土安全部送我们一面的国旗，这面国旗来这下下。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旗，再加一句话 ：As you wish， 如你们所愿。所以我在这个所在正式跟各位讲，你听清楚，美国海军陆战队6个月之内会有9000名进入台湾。我讲你还阁不爱相信。10月初二，希拉蕊跟国土安全部在美国，在我们台湾时间暗时9点半宣布台湾护照免签证，听清楚哦，是台湾护照哦。这个报纸包括自由时报啊，这西音啊，我跟你说，中华民国护照炙手可热。所以他头一班飞机11月初一飞去美国，其中有71个人是网络签证。什么叫做免签证？在座捌去日本啊？去日本的举手，捌去的。啊，我相信你去日本的经验就讲，你摕护照，你要去机场买一张机票，坐飞机去日本转机币，这叫免签证。有37个国家拢是安尼入去美国的，包括日本。即摆是安怎？AIT 本来是4000倍，签证5年 ，interview 面对面，予你5年。即摆甲你讲，你都要去国土安全部去点去点选，啊，你以后予你2年，较好运的开14块，较歹运的开74块，2年尔呢？啊，本来 AIT 是民间组织呢？啊，这个国土安全部是政府组织呢？想来 AIT 没被签证，为什么？听清楚哈！一年前我在这个所在我就讲过啊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在一年之内由450位会变成50位，缩减。我在讲的时候没人相信的，今天这两天新闻出来了， AIT 剩50个员工而已，表示说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将台湾关系法给 suspend 给吊起来，换一个东西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美国国防部甲咱通知，
我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九千名要入去台湾，要入去什么所在？要入去伫内湖金湖路一百号啦。迄、那个所在是有八百名，剩下要囥在嘉山、台东的长滨、台中的清泉岗、新竹的乐山、新竹机场、左营机诶军港。台湾人拢毋知，伫咱咧告美国的时阵，咱甲美国讲，你美国国务院宣布讲，宾拉登是恐怖组织，凡是符合三个条件，拢叫做恐怖组织。第一个条件，不是国家。听到干嘛？真香咧哦，不是国家。啊，中华民国敢是国家？是不是？唔是嘛？美国讲过啊嘛。美国讲过嘛，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嘛，有啊，这你有听过嘛？第二，有武器，宾拉登有武器嘛？啊，这中华民国有武器，伊武器安怎来？美国卖给中华民国，啊，让台湾人去退纳资，别人去买武器，台湾人买单。第三，在当地征兵。就是我跟你说的啦，中华民国这些中国人叫我们台湾人去做奴隶，叫你来做兵，其实占领也不能叫我们做兵啦。我跟美国说我不爱做兵啦，不然我叫逼去做兵，你要陪我啦。所以美国下令中华民国不可以再征兵，所以不是马英九说不可以征兵啦，是美国说不可以征兵啦。现在那个小的中华民国那个高华柱国公国防部部长讲，如果征兵没有的话，就别讲，讲三万七了，募兵啊要37000耶。我跟你讲，未使，伊若敢讲募兵，我就搁甲告。美国足惊咱告的呢。这边奥巴马调的以前派因小弟来跟咱见面呢，咱在座不是我呢，咱几个拢甲因小弟见过面呢。迄当伊拉讲，你们不要再告了啦，我哥哥在选举，我老早咱也调了，332票对206票啊，历史上的新高呢。这我国际班的部分再来讲，我今日先来讲这个部分。咱告美国，美国国防部诶国务院宣布讲恐怖组织。啊，中华民国就是正正刚刚的恐怖组织啦，三个条件都符合，所以美国正式跟中华民国说，你所有的 logo 部队的 logo 全部要取消，所以也建起来 logo 有啊，青天白，那个青天白日那个意义那个有啊，青天白啊，拢都无去啊，伊的战车无去啊，伊的军车无去啊，伊的飞机无去啊，伊的军舰无去啊。大家真济机会看到，拢唔知影系什么意思啦。好好的一个伊个国徽，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涂掉？你无去注意呢？你个看做兵个有真济，除非迄新兵啊，有迄个其他的部队都袂使安尼。你本来你拢唔知，你若无来受训，你绝对唔知影。所以各位，既然你要叫法律，我今日给你中华民国，你敢欺负？你敢做奴隶？给我去做佣人？你服侍中华民国？我不愿意啦，对不对？对。所以美国讲，好，你不愿意，我来协助你们，我协助你们成立你们自己。问题是讲。本来台独说台湾要建国，台湾要台独，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为什么？很简单的嘛，说到这个说，你还想不？你的顶冠有人嘛，这块土地有一个处主嘛，天皇嘛，你要去问天皇嘛，天皇如果说不可以，你就不可以嘛，对不对？习近平在2009年12月15日
透过美国去甲天皇见面十五分钟。习近平对即马拄拄做迄个总书记迄个啦，甲日本天皇讲：，我即马中国小可有钱哦，我甲你买台湾。日本天皇安怎甲讲？我日本的皇族从来没有卖过东西。我甲美国讲，我嘛要来甲日本天皇讲，互阮来自治。啊，是我们来家己来建国。美国讲，你甲日本天皇讲，系啦，我都唔捌日本天皇呢。安尼咩安怎？所以去年十二月二三，咱台湾民政府150个内阁去日本的皇宫，这是头一摆，台湾的民政府这个仪啊，摕入去皇宫内底，甲日本天皇祝寿。照道理是袂当，敢若日本旗会使，迄支旗也袂使呢。你啊看，咱有摕迄支旗啊，你有看无？咱甲日本天皇讲，啊，我特别交代，你啊迄个旗啊，你甲日本天皇下来时阵，爱后壁爱甲翕起来，因为我知影日本天皇是伫玻璃迄边嘛，啊，伊甲你挥手嘛。我甲美国讲，我已经甲日本天皇讲了。我提起来，会讲我台湾要自治。啊，日本人讲好好好好。我甲美国讲的，啊，美国嘛唔敢讲话啊。我讲政治上就是爱安尼啦。我讲伊嘛未当讲我唔对啊。啊，我嘛无得讲伊无讲啊。啊，伊嘛唔知影讲伊有讲啊无讲啊。今年咱要搁加一摆，一摆两摆要去。两摆去日本，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吼有拜39100名的台湾人呢。吼、哦，我怀疑要足久啊，拢无人甲拜呢。去年头一摆150，咱150去甲拜的时阵啊，听好清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反弹。李登辉甲台联去甲拜。哦，报纸足大个写，哦，骂到要害，听讲迄个机场面搁来拍，咱150个公公开开伫日本靖国神社个拜，来祝福，咱无代志呢。是安怎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唔敢甲咱批评？因为咱个上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拢伫甲咱看。因为我有讲，你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台湾民政府不好的话，后摆我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啊，我就永永久久跟你中国为敌，所以要保留谈判空间呐。伊嘛知影讲，有一天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执政。我甲各位讲，你听好清楚，慢两年，近一年。台湾民政委执政，理由我甲美国已经讲过啊，咱过了我就甲讲啊，你推条件嘛，台湾人哪会袂当公道？你敢知影？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超300万人。所以你有300万人伫台湾，啊你我问你咧。你公道要听什么人的？所以比如说不能公投。台湾没有办法独立，是因为台湾这些土地地主啊，还没公好。台湾不能公道，是因为有两种人的。所以美国说，我这样好，我台湾人400年来从来没有建立到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啊，你爱给我帮忙，啊，你若不给我帮忙，我给你告。啊，他说好，啊，我说条件给你。第一，你告美国的时阵，你有带228个人，啊，你228个名单爱互完啊。第二，你要训练4000名的公务人员。奇怪，那也不爱3000名，啊，不爱5000名，都减一个4000。哦，原来中华民国伫1945年。
来台湾的时阵，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另外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其实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中国的台湾民政府啦。迄当阵，伊带一千名来台湾做官啦，做公务员啦。所以咱可能咱只有个人会看到讲，小学毕业的人嘛去做校的校长。所以照迄个比率，600个一千名，所以2300万，即摆4000名。哦，安尼我知影。所以咱去训练，咱的国际班差不多有1000名。但是呢，咱继续训练，我相信他一年内底啊，4000名会到。咱的后礼拜、迄礼拜就是国际班啦。所以你若有时间啦，我甲恁建议，安来上国际班啦。第三点，伊讲你爱有身份证，你没有办法公投嘛，因为有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啊有流亡在台湾的迄个中国人嘛，所以没有办法公投，所以安那用身份证来取代。咱的身份证不是咱做的呢，不是咱印的呢，是美国国防部下卡的公司办两个国家的身份证，一个叫做科威特，一个就是咱。内底拢有 IC 版，美国甲咱讲个条件就讲后摆，即个有即个 IC 版的身份证，唔免护照，直接袂当入去美国。啊，咱即摆，咱个副主席蔡明华即边伫加拿大，伫迄个纽约去开会啊。因一人拢摕咱个身份证啊，拢总通过海关了。大家一日看后壁写 USMG 美国军政府，甚至。那海关啊，看到就欢欢喜呢。喂 ，USMG 的身份证已经发了呢。有机会你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你去看你就知啊。啊，这偌爱规章，伊才要承认。伊讲安尼，2300万扣掉300万的中国人，还佫2000万。但是台湾有一半认为讲，伊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一半佮扣掉，剩1000万。1000万内底，普通这四年内底投票率共有67%啦，所以1000万乘以67%，大概670万。670万内底，扣掉未成年呢，阿美国甲咱算50啦，安尼335万。南苏丹当时独立的时阵，联合国改规定讲，投票有12.25%的人投票，伊就予南苏丹独立啦。所以335万乘上12.25%，41万。各位，咱今日身份证已经有5000个啊！所以啊，那人叫你爱武装革命诶，你听我甲伊讲，你做台先，我来后壁，大家拢会掂起啦。啊，有诶人讲。啊，都身份证要1000块，啊，恁内出，我无钱啊。什么人讲，伊来负责，安尼使无？拢点点啊。伫美国开会，伊遐人咧讲啊，恁来出啊，我想咱来在出。台湾是台湾啊，台湾恁家己讲嘛，敢不是？啊，家己出钱嘛。人台语有一句话啦，要食好心啊呐，虽然家己好，健康嘛。啊，对不对？对。各位，美国常常开一只，咱有要家己管家己无？有。无听的呢？有。有啊，无啊？有。有啦。啊，那家己管家己有啥物好处？你会甲我问嘛？台湾人足爱听讲啥物好处？啊，那要听的时阵爱拍手，敢毋是？就简单嘛，第一免做兵嘛，欠你要做什么兵？啊，查某讲啊，免做兵对我也无好处啊。啊好，第二点，18岁以上的查某，政府拢免钱送伊一栋厝，安尼好唔好？拍手啊！啊，你拍手，你免敢问我，啊，你自位倒来，空头支票，对不对？免无？拍手啊！
较大个我再讲，有人无拍手，我不爱讲，拍手我再要讲，开玩笑，开玩笑啦，免啦。我跟你讲，后摆台湾会足好个，我今日听我跟你讲，安那好个，对，第一你免买武器。看一年几啊千亿省在那啦，无军队嘛几啊千亿省在那啦。各位，台湾是宝岛呢，这个宝岛伫对，你知吗？尖阁群岛啦，钓鱼台，啊，搁一个台南啦。你知影现主席世界上的石油的存量上界最什么人？南海，南海是啥个？高雄州的啦，本来南海就是西沙群岛跟南沙夹的，叫做新南群岛。高雄州在1939年3月9号向全世界 announce 宣布啊，今天是咱台湾民众还袂接受政权。伊迄条线，迄旧迄条线烫到底，钓鱼台，啊钓鱼台这条线佫烫来底，台南，美国即马无爱互你开采。敢若台南一口井哦，一口这尔，伊产量供应全台湾2%，啊，真简单嘛。台南迄个所在，咱若即种的时，100口就该呕了呀。这个会当外销啦，安尼无钱嘛。国民党因为有欠美国的钱。所以美国讲袂使，伊就袂使。咱有欠美国的钱无？无呢，是美国欠人呢。你同时间轰炸，你还来赔我呢？所以美国有3亿美金基金嘛，叫咱来去请。第一，重建基金呐，这个有400几亿。第二，民主基金呐，这个有800几亿。第三 ，CIA 特别专款呐，各位。您捌听讲台湾民政府向咱募款无？捌募款，予台湾民政府请你举手？无呢？啊，阮遮嘛拢无出钱呢，奇怪！啊，报纸登700-800万，啊，几位就来？所以民进党台独个讲奇怪，啊，美国拢甲你民政府伫联络，啊，拢无爱甲阮联络。因为你们的论述错误嘛，你的论述的乌白讲嘛，感情的嘛，但爱独立来爱安怎啦？咱从来无安尼讲啊，咱照法律来，日俗美战，我承认我建书，我无建你啊，建书不要紧呢，但是建书冇人权呢，所以美国和咱独家已经无法度啦。所谓的是摊在前面，美国无跟咱合作，伊嘛袂使呢。我讲法律是你定的，你爱遵守啊。啊，咱这港口，中华民国用台湾这港口拢无立字的呢。你知影迄个马，迄个夏威夷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租金呢？租啥？租美国的军队啊。颠倒伊个观光收入啊，20%尔尔呢。我甲你讲，台湾看后盖偌好个就好。啊，咱阁有一个足好个，国民党遐物件，尤其国民党遐高官高干啊，遐物件拢是咱台湾人个啊。咱若接着政权啊，我甲你讲，我爱讲伤早啦。不过吼，转型正义彻底执行，刷落去。台湾民政府发行正台币，哪有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公民身份证的1块换1块，安尼这个1块要兑美金，你现赚就38啊！因为台湾人爱利益嘛，好啊。身份证有41万尔嘛，那要即种的是41万嘛，对不对？啊，伊讲啊，安尼我看袂着，所以咱总理讲哦。啊！若申请身份证哦，是到限人2倍啦。咱议长较大方，
行五杯。啊，你拢无拍手啥？免哦，免安尼哦。各位，台湾民政府讲的话一定会做到。虽然讲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由政府免费配合你一栋厝，但是有条件哦。你若爸阿母啊吼，有3栋以上的吼，袂当配栋。你若18%，你就要放弃，放弃18%，安尼政府就配一间厝予你。你无偌戆啦，即台湾人夭寿巧啦，对不对？家己拍手咧。你唔免买军费，你看你省偌济钱。我甲你讲啊，台湾即卖有240万的空厝啦，所以吼，台湾民政府来执政，我甲你讲，我认为慢2冬进1冬。是安那台湾民政府到今日为止，国民党的体制、中华民国体制，唔敢甲咱安怎？你袂感觉吗？我2000年到今日，我林某某活甲足好势，也无敢掠去啊。虽然报纸，唔是报纸啦，报纸无啦，迄个电视媒体啊，吼，捌甲恁批评讲那是诈骗集团。我讲哦，奇怪，诈骗集团顶个顶报纸遐尼大片啊！世界上有这种的诈骗集团，恁来这上课，初级班是6000，高级班10000，这个钱不是台湾民政府收起的呢？你讲住伫遮，讲困3天，困2天，3天2夜，食10顿呢？小等你还有宵夜呢？高级班因为这个初级班啊。那个房东是亏钱，了钱啦！你家想看卖啊嘛？这物件，咱民政府无开钱，这拢上创诶。有钱头家啊！即马因为咱训练愈来愈侪，后壁搁你起啥餐厅？起个餐厅爱钱呢？咱有出钱无？无诶，咱无人出钱呢。你常想讲，有钱人伊收6000，收1万，已经赚足侪没有呢？我讲伊有八个查某囝啦，我跟你头讲啦，一个查某囝，拢大汉啦，拢嫁啊，伊一个囝婿爱负担100万啦，所以伊个查某囝捌联合要来找总理，甲找我呢。阮爸爸租恁厝，阮无摕厝税就正害啊，阮就爱搁出钱。我无你去问恁爸爸。各位，咱来甲尤先生拍手啦，对不对？顶期吼，迄高级班的吼，因为大家拍手吼，啊，我去甲姚先生讲，伊就欢喜呢。送一个人一只迄个几千块的迄个啥捕蚊灯呢，有够水的捕蚊灯啦。顶期的，你要滴无？唔是你啦，小等下啦，高级班才有啦。你若上高级班，你要滴无？要摕无？拍手，我再来个讲，声音太小了啦。那是参加迄个啊，做东京的迄个啊，做发明展哦。迄光灯足悬的，恰悬的，那是捕蚊灯呐。各位，你唔通想讲伊趁钱，咱听人讲啦。咱的乌熊，12月8号、9号要报道，伊到后壁宿舍2层，装潢创的，下骹是创的。美国讲。要盖一个直升机场，直升机要来下葬，伊就搁个开嘞。咱即阵顶只人来的时吼，是两手空空来呢，甲中华民国同款呢，来台湾是同款呢，是拢人伊创的呢。你甲想看卖啦，甲咱即现训练甲今日啦，2000名。啊，你讲即几栋伫用，后壁伫用，后壁足快啊！你明仔伊透早较早起来去后壁爬山，20000几平拢咱伫用无钱个呢？哎啦，安尼讲啊，较有公道哩啦。阮甲迄个啥，我甲总理甲迄个议长，阮去屏东啊，去住迄个啥物优佛啊。
你想吃要多少？16000块呢？啊，16000块，搁打对折，安尼800块。啊，阮三个带袂落，阮三个吼，三个甲带一间呢。啊，咱一只工三工按两暗，啊，搁食十顿，6000，卖讲6000，应该是10000，咱听人讲啦。你别当讲，因为初级班甲你摕6000，啊，你这样换你甲讲哦。啊，你啊搞10000块要创啥？你也莫想讲10000，啊，给你6000是特别优待。啊，因为伊咩？对咱台湾民众是100%的支持，啊！伊安怎来支持？你要听无？我吼演讲，伫台北市伊所在伫演讲，啊！伊伫对，啊！拢坐伫上后壁，听三摆了吼，伊就来找我。欸，秘书长，我提供予你一栋厝，予你去办。你想哪？你是我啦？你要相信无？我绝对不信啦！伊讲。听三摆，搁甲我讲三摆，我就歪神啦。啊，甲无过无法度啊吼！啊，这遮尔啊好咧，我甲迄个郑先生是美国转来，我讲安尼啦，你去啦，共应付一下嘛，你去你也看麦，来遮看。啊，本来这一间拢房间呢，这拢房间，你即马看这拢房间呢，拢套房呢。郑先生甲我讲，秘书长，你爱来哦，你一定爱来哦。啊、我伫台北呢，啊，我阁无车呢，好啊，坐计程车来啊，坐计程车来，才6.5啦，我著起来看。我是讲，会使啦，但是我要倒地上课，也无教室啦，因为你个教室爱偌宽，我讲上无爱坐车200个，好，啊，这无这个讲掉，你看安怎？我问你敢讲无？你敢讲无？敢举手？无人敢讲啊！唔是，啊，我就转去啊。隔两天电话发，林先生，拜托你无能啊，你过来一转。我一个来行一条呢，这拢讲了了。伊家己讲啊，请工人10几个讲呢。有甘心无？所以各位啊，这种的甘心的姚先生啊，爱给伊拍手，爱给伊鼓掌啦、啊。咱伫食饭吼，菜拢伊买呢。伊70几岁，伊本来是台大医院的总务主任呢。伊足侪钱的呢，只好起厝拢伊的呢。所以你们人想讲伊趁钱啦，咱听人讲爱讲良心啦，我们人有良心嘛。你敢若甲想讲吼，你伫只三工两暗吼，十顿，但你收10000块是不过分啦，真的不过分啦。系啦，10点外，我歹阁讲啊。我发现后日还阁有课，对不对？啊，楼下即卖吼有点心啦。我甲你讲吼，三工两暗吼，啊，即个三工吼有记录吼，会当增加3公斤啦。各位，大家拍拼，看下种会当增加无？啊，我是无爱啦。来，今日好，感谢，来，谢谢。请起立，行嘞，下课啊。